唐立伦匿名下属典礼是由台湾道堂公司董事长王先登主持。他首先致辞说，唐立伦是台湾道堂公司建造的28000吨级的第11艘，也是交通部第5期造船计划中的1艘。山东银海行业公司的董事长徐文华的女公子主持了匿名致辞典礼。唐立伦长181.3公尺，宽25公尺，深13.8公尺，是银海公司第5条28000吨级的轮船。